俊晖当爹了。这条喜讯这两天一直是斯诺克圈的大事，甚至盖过了正在举行的世界公开赛的热度。北京时间8月10日，丁俊晖又在微博中晒出两张照片，一张是坐着怀抱女儿，另一张则是站在女儿摇篮前的站立照。面对镜头，他憨憨地笑着，尽管自己还是一副未长大的娃娃脸模样，但眼神中已经透露出浓浓的父爱。继之前晒出女儿的小脚照片之后，这是丁俊晖首次晒出孩子的正面照，体现出温馨的父女亲情。众多网友纷纷留言送上真诚的祝福，有网友评论说，鼻子嘴巴都像爸爸，孩子的发亮令人羡慕，这是见你笑得最开心的一次，笑得像个200多斤的傻子，幸福之情溢于言表。不过那什么，抱孩子的姿势要多练练哦。还有网友已经开始为孩子取名操心了，而且不少都和斯诺克有关。微博评论中最火的名字要数丁幺四七，丁幺四七，典型的女孩名字，又带上了深深的寓意。还有丁满贯、丁世锦、丁青苔、